王平安闯祸了，王平安闯祸了，我的两个吊吊哟，把小熊咬破皮了，它咋咬你的嘛？它在后面转悠转悠转悠，要咬我一口。你在吃饭是吧？嗯。王平安了，拿肥皂拿水再洗一下，冲一下。这有热水，来给我来，我拿热水。哎呀，哎呦我咬哭了呀！哎呀哎呀哎呀，行，实在不行你咬回去，啊，实在不行咬回去。带点粉在，在肥皂水洗。咬止血了，然后破掉一块皮。快点皮。平安平时最喜欢跟熊二玩了，消消毒就好了，没事。假狗打过疫苗的，啊，这爪子咬的还是牙齿咬的？啊，隔着衣服咬的。对，隔着衣服咬。隔着衣服咬，问题不大。妈妈打电话过来了呀。嗯，好好好。妈他们在看我的视频，看到我妹妹都咬了。刮了点皮，来洗一下，洗一下，来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再给他洗。哎，你过去，你犯错了，你给我坐好，坐好。那就用肥皂水多洗一下，挤一下。啊！你轻点，轻点。你这样子挤。我给写几句，我给写几句。啊。你老，你这洗，脑子，你在咬，你是不是啊？你犯错了，你还拿手也拿嘴巴咬我，你还拿嘴巴咬我，给你个大耳瓜子，你不知道错。过去，面壁思过去，走开。破了点皮，没事。他割衣服咬的，破了点皮的。没事，哭啥嘞？很疼的，哭啥？好疼的。我也被狗咬过。哎，冲一下，冲洗，冲洗一下，冲洗一下。拿那个，那燕姐把碘伏拿出来，碘伏啊，消毒的拿过来一下。刚好刷牙龈。嗯。没流血吧？清掉了。把它这上面破一点点皮。哎，还有，还有，还有，走开。他想看看有没有什么话，他能不能上萌的？别帮什么忙，少吃点屎就行了。没事，别哭了，没事。我没哭，他没哭，我在笑。你说平安别哭了吗？是我妹，她刚哭，她刚咬的时候掉眼泪了。咬是疼一下。洗一下好了，洗一下好了，然后冲一下，冲洗一下，用水冲洗，冲洗干净，然后用碘伏擦一下。再给他洗一道吧。嗯，我刚还说要洗三道。这平安还跟他亲热的吗？家里打电话来了，家里打电话来了。老王平安，说话呀。老，没事没事，我们家狗打过疫苗的，从小就打了，出门的时候也打了的。它得狂犬病的话，是因为狗体内携带的狂犬病。他们家家狗活泼可爱的。把王明安宰了，看咬人的狗要宰了。狗肉火锅吗？对，今天晚上吃火锅。狗熊火锅，狗肉火锅，王平安。今天晚上把王平安给炖了。狗肉火锅。你把人给咬哭了，你不知道啊？傻狗。还好是隔着衣服咬的，没事儿，只是紫了，没事儿。嗯，只是紫了一点点。再洗一下。它隔着衣服咬的，衣服都没破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来，再喷点那个。它如果是它咬，还咬。你别摸了，你别摸了，那跟你过，跟你那个关系多好呀，王平，你要挨揍，我跟你讲。你不要弄牙嘴巴，不要弄嘴巴啊！不要拴起来。好了，没事了，吃饭吧，吃饭吧。吃完了，吃完了，吃着吃着饭啊，给我们咬了一口，给我妹咬哭了。他看我妹吃饭，他想抢我妹的饭。Later， 熊啊，你俩不是绝交吗？又和好了。和好了吗？现在？绝交了，走开！绝交了，走开！平安他怎么不跟我玩了呀？他现在老是跟着我们屁股后面，我们去上厕所，他一直跟到河边上去。啊，你上次还冤枉我家狗。嗯。那明明是你背一屁股坐到狗头上，你说平安把他怼下去的。啊。有势力为证是吧？绝交了，你走开。反正他不会讲话，冤枉他就冤枉他喽，真的是。你们欺负他不会说人话，知道吗？是吧，平安？就欺负他不会说人话。平安错了吧？平安肯定知道自己错了。啊。你看嘛。错了是吧？
知道错了啊，知道错了。你俩和好，握手和好吧。嗯，知道错了，以后再也不要动嘴啊。老又动嘴，咱说好不动嘴的呀。啊，他也不能动手啊，问题是他也没有手啊。他咋没手？咋没手啊？皮儿啊，这个平安啊又屁颠屁颠跟着熊二后面了。熊二干啥去啊？啊，你要不要去打针啊？要不打个针吧。我哪打针啊？根部呀。费用我出。那去吧。走，我来个送到这里的蓝山口110，那你去医院打个针。人家不打针，你非得让人家打针。好，坐下乖乖。你看这颗牙齿啊，都因为雕石头给雕没了，都死掉了。这边还好。自从大熊跟二熊加入我们这个团队之后啊，他俩就特别喜欢跟平安玩，老跟他玩，甚至还欺负平安。大熊还骑平安。哎，王明，走，救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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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救我！救啊救啊救！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做运动。救啊救啊救！起马了，快点来啊！这是文明的小狗狗，平安。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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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咬的伤口啊也不是很大啊，是隔着衣服的啊。平安也是打过疫苗的，所以也没事哈，大家也不用担心啊。一人一熊玩得可开心了，是吧？挥手，挥手。现在不敢跟平安，平安不能往下闹。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笑死了。一脸懵逼，说哪去了？行不行？我还是跟你玩。王明，闻一下，坐，闻一下啊。相亲。